下午的2:31，今天2018年9月28号星期五。那么明天呢，就是我们那个周休二日，星期六、星期天啊，今天最后一天啊，九月最后一天，29、30。各位现在看到是客委会，台北市政府的客委会举办了客家食品的试吃会。客家食品是试吃会啊，由纯粹创意他们这边公关公司我们已经在很久了那么在边举行客委会那台北原生花博呢，明天假日活动呢，还有那个还有个文化部办的展览在珍苑馆在文化部还有个展览。那么最主要看看我们的农夫市集活动珍苑馆明天有这1、2、3还有四个活动，有没有看到还有珍苑馆昨天珍苑馆也有个这个半桌活动有没有看到9月29号花博采买农产热中秋，全国都9月29日跟9月30日音乐花博会叫廖雷他不是叫的看的音乐花博会李优生，有两个那个花博会的音乐会，2:30花博音乐会，还有中正国中弦乐团，中正国中弦乐团在这边那个表演的1点钟开始这是明天台北原生花博的活动，还有珍苑馆有个文化活动